痛，恩怨休怀，身无厘米，六尘不改，且怒且悲且狂哉，是人是鬼是妖怪，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，鬼一人为师生死无关，善恶浮世真假界，尘缘三际不分明难断，我要这铁棒碎寒食，对不起，我给每一个人都写了信，可就是没有给你写，因为我不想骗你，不想伤你的心。如今你成为九野至尊了，可我却不能陪在你的身边。老先生答应我了，只要我听他的做，他一定会庇护你的，哪怕你和杨兰姐在一起有违天道，他也不会拆散你的。而且他也答应我了，一定不会告诉你我的去向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永别了，磐石。你怎么躲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没有。你骗人。我没有哭。你肯定骗人。你要不是骗人的话，你怎么不看着我眼睛说话啊？谢谢你啊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永远都错过了。磐石，杨兰姐真的很好，她不仅能帮你修行，还能帮你管理奇来山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人了，你只有跟她在一起，你才会幸福。你真的没事？我没有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只是开心，喜极而泣嘛。好吧，师兄都大老远来给我道贺，我去见见他们。磐石。啊？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好了，别哭了好吗？磐石，我好舍不得你，我非常非常舍不得你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要说话，这一次你听我说好不好？
我知道，一直以来，我都像个累赘一样在你身边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一直都是我任性啊。但是你相信我，以后我一定不会拖累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瞒着你做了什么事，你一定要原谅我，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哎，凤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清楚。大王，再过不久婚礼就要开始了，所以还请百家万妖殿。知道了。嗯。这是命牌吧？是的，命牌乃乾坤奇阴木所制，本身便价值不菲。小的记得命牌很早之前就没卖了，这是最后一块了。师弟，这可是乾坤奇阴木制成的无主令牌，现在是非常罕见的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在天庭时，我从府库的小丽那儿才买到的，如今正好派上用场。灵隐师兄，我现在走不开，风铃就交给你照看了。皎洁，逃不过阴晴圆缺惹人怜。蝶翩跹，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。叔娘娘真漂亮。以后我们家兰儿就交给你了，你可要好好待她。嫂子放心，我会的。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不离不弃。有道是花好月圆琴瑟和鸣，百年好合缘定三生。今有一女子杨澜，家世清明，温良恭俭让，贤德兼备，实乃人中之凤，仙中之魁，三界女子中之楷模也。今儿个吕六拐把你夸上天了。认识他这么多年，这是他形容的最贴切的一次，毫不夸张。啊，对对对，我也这么认为。是吗？啊！
哎，回头我办一场更大的婚礼，娶你进门。真喜庆啊！不过，等老夫完成了第二步，吞噬了天道石，这一切都将成空。新郎新娘一拜天地。这仙盘怎么不转了？难道说那个叫风铃的死了？这东西肯定是坏了，别搭理他了，我们先到处找找吧。嗯。奇怪，全然感觉不到小妮子的气息，这小妮子跑哪儿去了？糟了！啊，出事了！师兄，不对头啊，有人在用大范围的秘术。这是什么秘术？连你也不知道？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那怎么办？小师弟给你的命牌呢？哦。怎么样，师弟？命牌竟然没有反应，啊！师弟让我把风铃看紧了，现在风铃又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该不该在这个时候告诉他呢？恭喜大王！也许，也许他只是随便走开一下。凌云他们的御姐竟没有反应。这些笼罩在祁来山的迷雾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先生，我来了。时辰已到。吃下这颗药丸，站在法阵中心，默念着老夫给你的咒文。一个时辰之后，你的一切便将从这个世界里消失。一切？对。包括每个人对你的记忆，所有关于你的一切，生死簿、月数上没有你的任何印记。那个石妖，只记得雀儿，不记得风铃。即便是有一天，他要解开生死簿上的封印，那也是一张白纸。那老先生，
你答应我的会比武磐石。我答应你的必定会做到，不过你要记得，一旦法阵开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干预，即使老夫也无法终止。一旦启动法阵，就没有回头路。那他是不是就真的当我从未存在过？你的一切都会被消除殆尽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，老夫可以帮你去办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老先生在磐石窗前挂一串风铃，让他每天都可以看见我。谢谢你，老先生。原来竟是让风铃去赴死啊！难怪啊，难怪在这奇来山上设立了所有禁止通讯的禁令术。若不是我感应到这个禁令术，也早被你蒙蔽了。现在已经有人出手阻挠，必须立即启动法阵。如果我们的约定不能履行的话，那石妖包括杨澜都没有好结果。这灵光，这命牌难道这和风铃失踪有关？你说什么？师弟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四位师兄，师弟，怎么回事？师兄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风铃的命牌吗？怎么会渗出血啊？我哪知道啊！啊，按理来说，这命牌不应该这样，要么是碎了，要么就安然无恙。一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啊，这可怎么解释呢？磐石，我好舍不得你，我非常非常舍不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瞒着你做了什么事，求你一定原谅我。石妖，你不会以为我不和那风铃走近，不让他上天庭，我就没有别的办法用他来威胁你了？我这次把他带上天庭，就是要给你提个醒。无论什么人，老夫想让他上天庭，他就得上天庭；想让他走，他就必须得走。一定是无极圣尊这老狐狸。哎，师弟，所有人跟我救风铃，走，走，快走，快去！快去！
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命牌突然没反应了？究竟是谁动了手脚？ 只要你不停止念咒文，无论何人都无法破坏，哪怕被他发现，只要你能坚持完成，那么痛苦就会解除。你明白吗？不行，老先生说过，这不能停的。圣尊，怎么会是圣尊？圣尊不是在闭关修炼吗？怎么会和风铃在一块儿？ 他们在干什么？圣尊，我们施的这点法术，能瞒过圣尊吗？风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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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
什么？风铃才是雀儿。刚刚天庭传来消息，说生死簿上的封印已经解开，风铃才是真正的雀儿，无极殿那个是假的。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寒石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寒石不会记得我了，可我还会记得他吗？记住老夫跟你说的话，若是此法失败，不仅仅是你魂飞魄散那么简单，他也将万劫不复。你才是雀儿转世，你看到了生死簿上的内容，就因为你看到，所以你才要把它藏起来。呀呀呀！别走，快解开束缚，我要你解开束缚。雀儿，雀儿，这究竟是什么束缚？你到底在做什么？摆这个阵什么意思啊？寒石，你快说呀！别管我，快走吧。呀！这是反弹法阵，除非法阵的灵力耗尽，或者法阵中的施法者停止施法，否则是打不透的。快解开法阵！快解开！风铃，那只老狐狸想让你死，你懂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他自己的修行。18年前行，我都挺过来了。离开师门，建立奇来山，上天庭，无数场血战，九死一生。你以为我为的是什么？我说过保佑你一生，我一直跟无极圣尊死磕着不妥协。你以为我为了谁？我就是不想你死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你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履行诺言。我咬着牙挺了过来，你居然自己放弃，是谁让你放弃的？告诉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放弃？开法阵，听见没有？我是风铃，我是风铃，我不是你要找的。那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总是你已经没了雀儿的记忆。我说过我会护你一生一世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相信。只要你说的我都相信，所以我相信你会护我一生，绝对不会让别人伤害我。可那样你就没有人保护了，总有一天那些大能会对你动手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。我一条烂命
怕什么？大不了一死。凭什么帮我做决定？只要我消失了，老先生会庇护你的，他会让你得到你所有想要的一切。我什么都不想要。没想到最后的时候还能见你一面，谢谢你，磐石。我真的很高兴，再过一会儿，你就会什么都不记得，不记得这个世界上有风铃的存在。只要时间一到，我就会被这个世界抹去。只要这个法术完成，老先生就能恢复天道修为，所有痛苦都会消失。即使你被天庭抓住了，那也只是暂时的。老先生会派弟子保护你的，绝对不会让你多吃苦。你和杨兰姐也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风铃，谁允许你这么做？你怎么这么傻呀？解开这个术法。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了，这个法术不能停的，即使停下来，我也会魂飞魄散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让我用自己换你千年的安稳呢？其实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只要时间一到，你什么都会忘记。可是我还是想说，磐石，谢谢你。大功告成了。定风。那石妖会亲眼看见金丝雀身死，必然会发狂翻天，到时候本尊就可以侵蚀天道石，毁天灭地。要忘了你，怎么可以？磐石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快停下，你会死的。死有什么可怕？我怕不死吗？不可以，你应该忘记我的。记忆是我的，你也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谁给你权力放弃的？你没权力放弃任何东西。要我放弃你，还不如和你一起消失算了。跪在万空山门口，也是你每天给我送食物，是你教我识字，是你为我疗伤，你从来就没脱离过，从来没有。真的，真的，谢谢你，磐石，我知道你在哄我开心。
凤凤灵，应变了，还是凤灵，凤灵。小师弟行者道、悟者道并修，本就凶险。如今风铃有了心结，加之用一股换血之法救治杨澜，本就法力紊乱，如今恐怕是灵力爆发。将此处情形速速通知北辰。是。上尊布法阵，致风铃身死，是药灵力爆发。石妖灵力爆发，且圣尊也摄入其中。行者道太乙金仙巅峰修为灵力爆发，不对，这是要出大事啊！师大，师大，兰儿。放手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让我去找他吧，不然这样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让你去了，我也一样会后悔的。我不能再失去自己的妹妹，失去最后一个亲人了。这辈子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一定让我去找他，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失去他，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，哥？是要换天吗？怎么会这样？石头，苍天无情啊！要重塑，必须得破而后立。天道石被击碎，凡间将有一场劫难，三界。这是大考验，徒儿啊，你千万不要让老夫失望，苍生的未来就在你的最后一搏了。万物有灵，生而平等，我要践行我的承诺，以大爱护苍生，还天下正义与光明。我以为我能控制变数，想不到他竟然找到了破局之法。这辛辛苦苦布下的局竟然被这石妖破了，有了这皮囊又有何用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Thank you.
风无雨，却似你一举一动牵心弦。月皎洁，逃不过阴晴圆缺惹人怜。蝶翩跹，飞不过曾经沧海变桑田。我飞越上下五千年，仙界与人间。我经过生死轮流转，爱恨已现前。只愿浮世太浅，留不住三生。Yeah.